Hey, what's up, guys? This is Nero. 大家好。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6号。今天呢，我们准备去吉林长春的北大湖滑雪。然后我会带的行李主要是有我的这一个背包，我背包里面装着我的工作电脑，还有一些生活必备品，像充电宝啊、手套啊、口罩这些不能缺少的东西。还有我一个行李箱，因为北大湖现在是-10几度哦，所以我有买非常多的一些加绒厚内衣，然后会穿在身上，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滑雪必备的护具，还有我的滑雪裤等等。然后我现在就拿上我的冲锋衣，然后准备去机场了，先这样。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9号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滑完雪了，然后是在松花湖滑雪场这边。然后这边的特色跟北大湖比起来，这边的雪场这个山道它更偏初学者，然后这边的别墅啊，还有很多住宿设备都比较完整。都比较完善，然后这里离吉林市也就20多公里，然后整体设备也非常完善，有点像那种度假村。那比起北大湖来说，北大湖更偏就是专业点的滑雪的人来玩的。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去坐大巴回去机场了。
然后场所，然后这边你看可以看到有啊盛开的樱花，漂亮。那好像是假的。4点钟了，我已经换好机票了，然后现在等飞机中，然后这次旅行基本就结束了，然后这次雪道非常多，然后看到了很多雪，然后在雪道上也摔了不少，但是蛮好的，然后对单反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掌握，开心，然后期待下一次再来吉林。下一次可能就去长白山。